长粉三兄弟长工。林志颖无愁代言四瓶姐43岁。不老男神林志颖日前现身台北市四平街，帮亲哥哥林志杰摆摊卖肠粉，吸引大批人潮争相购买。他曾透露与四平街有深厚情感，如今将无愁担任四平阳光商圈代言人。林志杰的肠粉摊十月曝光后，林志颖与三弟林志新还一起到哥哥摊贩站台，肠粉三兄弟合体造成轰动。林志颖曾透露，四平街是爸爸过去办公的地方，大哥回到家门口做生意，就像是延续爸爸的生活。据苹果报道，肠粉摊生意表现亮眼，至今仍需靠号码牌缓解饕客。将担任四平街代言人的林志颖笑说，我和哥哥弟弟对四平街有很深的感情，所以非常开心